县江平会台一区花莲县中里刘雅婷组长第一球桌比赛。这玩盖不应该，9-10。他们那个哇，苗栗县李佳慧、吴立新，台中县李炳谦、吴佩珊，组长第七球桌比赛。对吧？应该要12-12，不应该第三桌了。杨家恩他们对啊，他们还是比较优了。杨家恩的双打板就很好。可能陈道顺跟严木泉真的。就完了。手会酸呢。结束了，下一个。嘉义县吴振奇、谢嘉宇，高雄市吴义礼、许文霞，请出场第八球桌比赛。
终于结束。